行动界就是我们。真人牙宣高喊爱没错 ，AI 牙仙动感卡卡遭酸廉价。八月宣布回归歌坛的萧亚轩，仅发表新歌《爱没有错》，对于爱情有新的体悟，即使有时会承受伤害，但也别忘了勇敢去爱，因为爱没有错。为宣传新歌，他举办全 AI 虚拟首秀 AI 的宣言。Alpha 萧亚轩音乐虚拟首秀，有我的爱的宣言，以及我的新歌《爱没有错》。Hello, welcome to Alpha's Music World。不要两个人却更寂寞，不要是为了谁被折磨，把爱情冻结就是我们最好结果。谢谢你比我想要太多，谢谢你陪我做过美梦，遇见你之前我没想过。Alpha 为了新歌加入科技效果，却有许多网友觉得好廉价的特效，什么阴间效果，好可怕的 AI， 太土了，这不就是动画吗？学了3年动画的同学毕业作品。我在唱什么不少网友觉得像以前的劲舞团，哈哈，甚至这些网友也透露了年纪后，但有网友表示主要是能够听到新歌太好听啦，唱跳还是那么没有瑕疵，哎，都人家是 AI 当然没瑕疵啊。我今年初就开刀嘛，我的髋关节两边让我变成重新开始学走路。其实萧亚轩回归记者会时曾提到今年身体出现状况，我右腿的髋关节是骨折了，然后我左边其实已经磨损得很严重，所以现在我是就像变形金刚金刚，因为我右边有4个钢钉，左边现在就是灌那种人工骨浆。要恢复多久？还在复健。